计了。爸，来了，来，好，栗子牛吧，好吧。我欧是吧？牛，你牛吧。他以为咱们开局带引攻的，你牛吧。我封谁？你随便啊，你看一下，你分个身看看呗，你看一下速度呗，你先分个身呗。行，宝宝直接跟到啊。你宝宝打他隐身宝宝，你不带着避雷吗？我打九黎神。你带避雷打九黎神有啥用啊，兄弟？2600多的伤害。你把他对面这个引攻给拍了。没感觉。你这宝宝那纯瑕疵。纯瑕疵。纯瑕疵，你去拍他中间这个避雷，好吧？你去拍他中间这个避雷，栗子先取秒一把，好吧？栗子宝宝拍自己，我宝宝开自己，好吧？我把驱一下法盲吧。可驱。我开自己们呢。阿坤宝宝开我，阿坤宝宝三海迪，阿坤宝宝开我。我上有爆拍。你说快点啊。行。阿坤是一速对吧？对。行。一速的话，下一波起灵神吧。行。兄弟宝宝。他倒地了。宝宝能扛得住吗？扛得住。等了。高层白打的吗？行，可以，点刀刀死。我想一下，我直接把天师的宝宝给封了。天师宝宝比我快，我封不了，我直接卡封天师人怎么样？栗子去秒，栗子宝宝拍自己，好吧？你这边的话请凌晨。还好我提前操作了，我说实话，真的，最后三秒钟我去。没关系，我下一波可以驱魔。他下回肯定封顶一下。行。这波拉不起来，拿什么拉？咱们这 PK 的话全是智力，全是智商，对，全是智商。粒子群秒，我驱魔解粒子，好吧？你封落魄，封得准一点吧。你都不相信，我必须失魂他，我说什么？那你就封私心吧，不是落魄封得准一点吗？我说他点错了，我要封回去。他这把肯定套你，他这把。无所谓，金星，我这把我截你，你去驱魔他呗。对。他刮风声了。神，要把天师的宝宝清了，等他没得拿。你别截我，好吧？你别截我，还没打过犯下官徽的截我没意义。栗子宝宝自己开，好吧？我先把官徽犯下给丢了，犯下都没丢的，好吧？这把我又没出手啊。你没有出手，栗子宝宝自己，好吧？你把对面的那个武装官给封了，我先丢犯下，犯下还没丢呢。哈哈哈哈，笑怎么样？呀！阿坤狂封不住啊！无所谓，得放下一下他。对，我要不要摇个铃铛？你把天使宝宝摇走。你摇个鬼戏，我下一把。你摇个鬼戏，我看看宝宝还要这样子。你宝宝神是神的有点猛了。你宝宝自己卡个药，好吧？你宝宝自己卡个药。好吧，你宝宝自己卡个药，人的话给天师宝宝摇个鬼戏，宝宝他自己卡个药，栗子的话继续取秒，好吧？来，能跑吗？他肯定掉头，掉头是肯定掉的。我又被封了呀，没关系，要跑可以啊。我去啊，兄弟，你这我2500多防御啊，他这么打我没办法。你2500多防御，兄弟，你这咋一刀就死了，兄弟啊？那我咋知道？你宝宝拉你宝宝拉起来先分身吧，栗子宝宝解开群秒吧，我给栗子出个先行激发吧，怎么样？先别出先天七八，我先把九黎城压倒。你宝宝拉起来先分身吧。九黎城五秒出去，可是肯定倒了。来，咱得出一些大死亡的宝宝，说实话。阿坤这一倒地的话就难打了。下，让他出掉宝宝。是呀。可以分身没有？分身啊！
分身之后的话，你把武装罐给封了，好吧？你把武装罐给封了，行不行？你封武装罐，行 ，OK 吧？你把武装罐给封了，你给我驱魔呗，或者行吧？我想直接给你打坚定骑，怎么样？也行吧。我觉得他翻身的话会可能会出宝宝，这一把驱魔先不去。他这把封你的话，完全是在赌啊，封落魄了，不稳了，早叫你封落魄了，你不信？嗯，回去。我这把欧他们没得，谈了个那个可以，欧一个，可以三千四千，看宝宝吧，来封他，把他封落魄，好吧，不需要你封私心，封落魄就行了，好吧，落魄的话直接破掉，来。那他们不没局了吗？他们还有局吗？你怎么跟我顶个药来？他这有归宿呀，他有归宿呀。对吧，只要封得准就可以了，不需要封私心的，只要封得准就行。下酸宝的酸宝可以啊，无所谓的，只要粒子能秒就行了，有力撑住了，顶不住了，那个也快顶不住了，关键坤的话换顺法，两个换顺法，好吧，两个顺掉，直接顺掉粒子被欧哎，对，我没有欧啊，我直接群秒了。你直接群秒，你宝宝拍一手你自己，我怕他武装解翻寸，翻寸封你，好吧？你宝宝拍一手自己，稳健一点。武装，我看他多少盾啊，对吧？八百多。能叠把一字能换掉。应该能。我操。无所谓。惊了。无所谓。下。差一点血。下。爆。还有几秒，你一秒说还不就倒了吗？还有几秒，打你了，阿坤，打你了。啊，我他怎么打啊？他飞起来了，绿的吗？不绿的话我就拉那个。没死，立出宝宝吧，好吧，立出宝宝。行，我出个大死亡的。你出个大死亡的，阿坤拉自己，好吧，阿坤拉自己先分身。谢我痞吉哥，谢痞吉哥的高级灯牌。肯定要天地啊，这还用想？那一把顺法没换死，有点亏。拿出你支持来。天地了，没用。九黎神，好，下、啊。追来，追下。神了，神用了。你拿起来，要神一把。可以，我打我没可以。你打我好疼啊！想一下怎么打，别急。想一下怎么打，栗子。栗子，金一个，栗子宝宝给我卡一个，好吧？我不给你卡，我给他打大死亡。你一定要给我卡，你不给我卡，你站不住。阿坤那边出瞬息，把九级神瞬掉，行吧？他那个丢磁浮如意就那个什么已经填就没了。我怕他神了。我出瞬息。对。栗子一定得给我卡，你不卡九级神再刮过来兄弟站不住了，我给他卡个大，我给他拍个大死亡不好吗？你拍不了啊，你拍不了，他换瞬息你怎么拍啊？行，我给你卡，栗子下回合直接群秒，先别牛了，下回合对面断案罗汉，好吧，你先群秒，嗯，栗子直接群秒，你把对面翻寸封死信给封了，别让他进去，好吧，嗯，逆子直接取秒，好吧，宝宝的话可以点着对面的物理系拍大死亡，我这把有限定激发，你不需要请求进，我保你必须给天使来个那个啊，对，大破碎不行，破碎他们俩速度都比我快，天使带蓝了吗哥吗？能做吗兄弟？让我加把气好吧，我说他大死亡那、别刮我那个啊！没关系。别刮我！来，下。欧一个，五个，倒五个。倒两个，阿坤给武装罐给封了，好吧？阿坤给武装罐给封了，行吧？行，交给我这一。阿坤封武装罐，栗子的话继续拍大死丸，好吧？栗子继续拍大死丸，我自己顶个药，这一回先会给你加千灵激发了。他破那个了，没死，破你分身了，破你分身没关系，下回我宝宝拉你就行了。
我机会不多了呀，机会不多了呀。坤那边还有宫宝宝吗？出个宫宝宝呗。还有瞬机，还有瞬机，你先别瞬机了，好吧？你把他的这个翻寸给封了，好吧？你把他的翻寸给封了，粒子继粒子继续出手，好吧？我人自己捡，好吧？粒子继续出手，我给粒子加精灵击败。我觉得宝宝在点蓝吗？宝宝不用点蓝，我下回拉你是一样的。我操，兄弟，灵神封不中，我日！没有灵神呀。我拉一个那个瞬机的话，打到老王身上，他不就有了吗？封不上，立即可以出。绿一个。捅。绿。捅。栗子有归宿吗？有，我肯定有归宿。栗子换归宿，好吧？栗子这边的话直接换归宿 ，OK 吧？栗子换归宿，我宝宝拉阿坤，阿坤起来的话可以先分身，可以换瞬机都可以 ，OK 吧？行，我这把不用换，我出个隐攻吧。你出隐攻也行。这把先不急。哎，稳得住。稳不住的话要没。这九级城的话，呱呱呱的呱呱呱呱呱，狂呱。偷谁炉啊？就你炉啊？下一把用粒子龟速拉就行了，不需要我拉。下一把用粒子的龟速拉。你得给你自己卡血呀。我知道啊。你归宿拉阿坤，好吧？你归宿拉阿坤，我配速减你，你取秒 ，OK 吧？我人的话先顶个药，我不起盾，这一回就没，我给你来个体系。他肯定得归宿拉，兄弟，来，对吧？我他妈起盾一点问题没有，你能不能过来贴兄弟一手？能贴吗？这个是虚拟咋贴？虚拟他妈爆了，我操！是他妈狗。狗虚名，狗虚名的话爆了。栗子，裂，全给秒死了。我卖了200多，啥情况？我活了。坤，我出宝了。换，顺法吧，我直接。换顺法，换，你赶紧换吧。你们最后一回合，天哪，我操！全是瑕疵，你拉我吗？我拉你，我归宿拉你、啊。行，你归宿拉我，我能解。我宝宝给你打精灵七八，我宝宝给你顶个药吧，行吧。这把顺法的话，好了，顶。啊，没了。怎么没了？为啥没了呀？没有消息啊！你不是瞬击吗？顺法呀。啊，可以啊，也。那为啥没了？为什么没了？怎么没了呗？粒子秒直接全部带走了呗？就我躺下了呗？那还说啥呀？大炮，你没谈消息啊？我谈了呀。历史没谈，然后我们赢了呀，他一波秒出去，这边全没了呀。我没谈，就我没谈，全部没了呀。哇，六个人打 PK 四五个啊，五杀，五杀，玩梦魂是有五杀，兄弟，我操，这 PK 打的六个人，哎呦，历史今天血赚成就。